设计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。在一年一度的台湾设计展，我们认为设计导入城市治理是有机会引动城市美学的发展。过往台湾推动公共服务创新，发现许多缺口及机会点，在中小型的公共采购案中比较不容易有完善的调研，也不容易定义比较好的设计规格。城市美学运动应该是一个共融的设计，必须是一个跨越各种不同的领域的合作，不只是设计师要跨领域，包括公部门，包括所有的民间市民，才有办法把城市美学给整合在一起。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全新的平台跟流程，结合全台湾跨领域的设计团队，提出一个好的共创的模式。希望用一个透明的方法，让大家一起来参与，不管是三方或是四方，一起可以来讨论。最重要的就是整合跟协调。所以找问题是非常关键，它是空间规划的问题吗？还是服务体验跟接触的问题？有了完整调查研究的内容，能够理解各方的需求，也能够提出改善的方向。跟我们切身相近的生活场域有各种不同的使用者，需要大量的倾听跟不同的顾问合作，让设计介入并且被高度重视。譬如说像街道的改善、广场、公园的美化，我们要去做一个环境的整理的时候，有不同面向的专业在里面，必须要整合大家的力量去商讨环境的决策。对于使用者的公共性跟通用性，它是一种更细腻的思考，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。但是我认为这个挑战会有很大的收获。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跟规格的要求之后，创造更好的工程品质，交给公部门可以变成一个示范，就可以有良性的循环，让设计上的美可以影响民众。城市美学计划它是一个人才的募集，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城市运动，透过集体的力量为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共同努力。我们期待邀请更多人一起投入这场社会运动，将设计导入城市治理，扩散到全台，打造友善宜居且具魅力的城市。